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1978年，湖北随州发现了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它就是震惊世界考古学界的战国曾侯乙墓。在曾侯乙墓当中，人们不但发掘出了9鼎8簋和12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等乐器，而且还发现了一件古老的弹拨乐器。它就是被世人称为琴棋书画之首的古琴。而曾侯乙墓出土的古琴是目前最早的古琴考古实物。古琴又被称作瑶琴、丝铜和七弦琴，是中国传统的拨弦乐器，有3000年以上历史，属于八音中的丝。它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位列中国琴棋书画四艺之首。古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3000年以上。琴是汉文化中地位最崇高的乐器，有是无故不彻琴瑟和左琴右书之说，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被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古人制琴讲究铜天子地，选用梧桐为琴面，紫木为琴底，二者是天生匹配之材，结合起来振动性能极佳，琴音醇厚悠远。古琴的弦则是由蚕丝做成，琴一般长约3尺6寸5，象征着1年365天，一般宽约6寸，厚约2寸。琴体下部扁平，上部呈弧形凸起，分别象征天地，与古时的天圆地方之说相应和。古琴最初是5根弦，后来发展为7根弦，并流传至今。7根弦粗细不同，一弦为宫音，声音沉重而尊，所以也叫做君弦；二弦为商音，叫做臣弦；三弦为角音，称为民弦。此弦位置在君弦和臣弦之下；四弦为徵音，叫做士弦；五弦为羽音，称为婺弦；第6根弦是文，是周文王思念儿子伯邑考而加上的。第7弦五则是周武王在伐纣时为鼓舞士气而增添的。自古以来，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意境，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在中国人的眼里，古琴是一种才智、才艺和才情的化身。根据弹法不同，古琴可呈现出3种音色：散音、泛音、暗音，都非常安静。散音松沉而旷远，让人起远古之思；其泛音则入天籁，有一种清冷孤寂之感；暗音则非常丰富，手指下的银铙余韵细微悠长，实如人语，可以对话，是如人心之绪，飘渺多变。泛音向天，暗音如神，散音则入大地，称为天地人三籁。因此古琴一气具3籁，可以壮人情之思，也可以达天地宇宙之理。在古琴音乐三音交错，变幻无方，悠悠不已之中，凡高山流水、万壑松风、水光云影、虫鸣鸟语，及人情复杂之思，尽能蕴含表达。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而古琴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正与文人的风铃傲骨十分契合。
因此成为古代文人爱不释手的器物。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之地，依然是操琴弦歌之声不绝。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重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甚至最终在刑场上以弹奏古琴曲《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这小小一张琴，不知成就了多少古今中外的千古佳话。存的古琴琴曲有3360多首，琴谱130多部，琴歌300首，主要在中国、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流行，而欧洲、美洲也有琴人组织的琴社。2003年11月7日，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第二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古琴已经成为西方人心目当中东方文化的象征。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它是汉民族的传统绘画形式，它的创作工具有毛笔、墨、宣纸、卷等等。它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社会、哲学、文艺等多方面的认识。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中国画。